당신 간이 막히. 병이야! 哎呀，你话啦！我来呀啦！今日是安怎样？今仔来我的房间有啥物代志啊？表兄，你安尼唔对哦！表兄唔对，是啊，我唔对。你吼为啥物做这歹模样？你敢讲哪这代志我知影啦？这，哎呀，人讲做面去包天花，也唔过我嘛知影你的个性。奋斗到本地嘛有名望，我是讲一段日子了，甲你讲。带一个哦，名媒进娶，互恁大姐有面有体面。因为你即马真着急着来找我，想着恁大姐的代志就对了。当然嘛是为着阮阿姐，你安尼吼私底下跟阮阿姐做伙，袂当让阮阿姐无一个面分啊。所以我要来听阿姐计较。放心，免计较。你即马住咧大卡，就是我的亲人同款。何况恁大姐后摆我免带伊来做闲车。既然你来遮要计较，人讲无酒讲无话，酒啉淡薄啊，才要计较怎样？表兄答应你，真正啥呢哦？当然的咯。好啊，既然表兄你著开嘴啊，等下哪啉，我一定吼爱甲你问一下清楚。真好，管家牵连过来。有欠什么？有欠我这叫。哪里我是内底无闲哦？看见什么才跟我讲。来来呀，表要房间来，只有你我两个人聊聊，先饮一杯才讲。你这么无礼貌哟！看到你啦，真正吼。不是，表爷一言九鼎，对你老，你对你大姐是真情实啦，绝对无欺骗你。你有无要敬我吗？有啦，要甲你敬啦。我等你讲话啊，无等你啊，饮酒去砸着要安怎？放心啦。如果你若讲咱这真正两个人感情这么坚定，那呢吼，一杯酒我吼敬你，敬你甲我这两个人永远爱好。够讲话，干杯。对啊，啊，搁有啊，恁两个人若做伙了后吼，一定哦爱较早生一个孙仔，我陪。我怎个？哦，我都会叫我放恁皮啊啦，这哩乱，一定发烧起来。对啊，哪会安尼生？中央，你是不是人气歹去啊？无啦，人气才换新的啊，哪有可能歹去？哦，乱到这路型的，衫要哪穿会掉啦？哎呀！
你到底跟我抢走？好啦，我坦白跟你讲啦，
你别看我少爷安尼哦，正人君子，文质彬彬。其实吼，伊是阮地方的所在吼，大家吼，地在在，我在在，心肝内拢有数的采花香。一注意吼，乐观自然，就查某囡仔一个高过一个，你看伊迄个形，真缘投，飘飘，风云秀色嘛。迄就是你有关查某囡仔的手段，当作吼，家己是一个好人。安尼哦，别个但是拢真热心、真热情，你甲人斗相共。其实哦，这都是伊的手段。无得想到什么，又过像恁这种无知的少女，人讲少女情怀拢像诗。啊，若甲你乖到受了哦，你一个一个在刀怀上步，拄着现实你哦，上界珍贵的物件。迄人讲查甫人哦，拢是一款心态。伊若还袂得到手，甲你当作敢若是宝贝、小命命。若得到手了哦，你比野草较不如啊！你有什么这话，即摆在甲我讲？哪里我刚刚把这两个老师来做啊？讲实在的啦，我毕竟哦，在你土狗的所在，看来我嘛是你阿少爷的薪水，吃人的饭，还人的梦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官家，要哪有资格去吵吼？少爷的叔叔是看你怎安尼才可怜哦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哦，代志已经发生啊，既然若无当弥补，我会建议哦。这个所在你也不能够再久留，离开伤心地，远走他乡，重新哦活出你自己的人生啊！离开这个伤心地，我的家是要面对阮阿姐，我无法度面对伊两个人。也不过阮阿姐这么无辜，我这查某囡仔让我离开，我要当去倒位？等下，大小姐伊吗？哎呦，真正是无个好事哦！伊一对好好的姐妹花，安尼变是……歹势，我的情绪有较激动。既然哦，你若有心想要远走他乡，离开这个伤心地不要紧。你若愿意，我现在这款行为我早都吼，你受袂了，看袂落去啊！归去啦，我后这个哦，大家关机我歹做，我带你离开这个所在。不过咱的身份无适合，孤男寡女，安尼会叫人议论。哦，哎呀，有影啦！我无娶你无嫁，若是安尼，乡公公做出去人的吼，议论我就无安尼啦。我吼无什么兄弟姊妹，叫你哦，甲恁阿姊相依为命，又无大兄小弟甲恁哦照照顾，今日才有人听闻才彻底安尼啦。你若无去嫌，咱就乡外相亲。你是我的小妹，别人但是我还要替你出头。我是你阿兄，既然要停我的小妹，就要停到底。大家的财产我真清楚，你若愿意对我离开，我来去吼，家己财产分一半，带你离开这个伤心地，好好照顾你。既然伊同阮抢做代志，这领无天良，这件代志交予你处理。我先来去传。我想要离开这个所在，我一定要让你了解，我有万万分你。你竟然来对待阮姐妹！我要让你知，你做